韩组合。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新鲜有营养叶子面膜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对，今天呢是党的生日，也是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的大日子。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我们请到了三位重量级的嘉宾，其中有两位是从香港来的好朋友。香港的朋友啊，香港的朋友，你们好吗？香港朋友啊，今天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是如鱼得水。为什么？香港回归，然后你的广东歌唱那么好。哎呦喂，不敢说唱得很好，妈妈得了，妈妈得了。好，我们马上让我们请出今天晚上 party 的第一位歌声与演技齐飞的张智霖。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男神，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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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智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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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智霖 ！Yeah， 有大家好，哇！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听智霖的歌。你上学的时候？当然我的年龄跟他也相差无几啊。记得我们那时候平平红叶居，他的坦在为了这段缘，平平红叶居，回头望告别了苦恋。好美好浪漫，真的是很喜欢听智霖的歌，香港乐坛的歌都爱听啊。对，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酣畅豪迈嗓音浑厚的韩磊，磊叔。天不慌，岁月长又长，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谢谢谢谢大家，真开心。这个老家伙唱歌是真好听啊。这什么啊？你说他这老家伙啊。你俩磊叔的歌是属于上到99下到刚会走，没忌口，东南西北通吃是吧。他是我们歌手第二季的歌王。我有看呢、啊，第二季歌王和第三季歌王有望同台 PK。 两位歌王同台，
今天第三位要上场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敬佩的，在这个舞台上一直以一种非常阳刚的、坚韧的林子祥大哥。热血沸腾，好帅啊！我觉得好帅啊！太帅了，男神！太帅了！林子祥大哥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晚会上，当时20年前您就在那里唱歌，当时唱的是《男儿当自强》。而且每次唱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内心的那种热血啊在翻腾，充满着正能量。哇，好感人，太激动了。我们特别特别感谢每一位爱唱歌的朋友，他们都已经通过移动互联网来跟所有他们内心喜爱的明星进行同框的对唱。通过一个小小的短片来看一下我们参与节目的方式，请看。欢迎来到韩寒的音乐 party， 各位可以通过芒果直播和唱吧与明星视频合唱，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报名：芒果 TV、优酷、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网易新闻、映客直播、温莎 KTV、一叶子官方微博、胡桃里音乐、荔枝 FM、 年代音乐电台、 Muse 短视频 APP。 还在等什么？一起来嗨唱吧！每周呢，我们都会从所有的报名的朋友当中选取100位，我们邀请他们来到现场。这100位幸运的朋友就是你们。没错，三位嘉宾呢也将他们的演唱视频呢都传到了网络上，等着和网友们的合唱。让我们先来看看林子祥大哥和网友互动情况。这首歌是1991年出的，这27年了，很久了。每一个男的都想做一个好的男人，做一个真的男子汉呢，一定要有风度，还要很客气。我觉得，就是可以做到一个真的男人汉。好棒啊，都具备，真的不要谢。大家好，我是大家好，九阳的林子祥。我现在在旺角跟你一起唱。我是秦远，我是黄飞鸿，我是十三姨。哦，哇！豪情难得。
山出浪，热血像那红河坡，当今的机会来了，用力一点，用力，用力，胸怀不够，还不够，眼光万里长，胡子是太黑了。做好汉，哎呀，做个好汉，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儿汉，比太阳更旺。哇，这里要用力一点吧。好的，好的，我们再用力一点，一起来。用力一点，用力，好厉害，你不要抢我的麦好不好？嘿，让海天为我聚能量，去开天辟地为我理想去闯，一起去闯。什么好气呀，我是男人，做一个好男人，对，好男人就是我，我会做一个好男人的。好像我是汉子，唐不听兄大家错动了，做好汉。杨迪，这个怎么跟你长得有点像？哎，懂我啊，好出天赋，做个汉子。啊，一起，这个好看，啊，挺漂亮的哈。哎，他高越来越。比太阳更光。来来，再来，再来，用力，用力，用力，再来，一起唱最后那句啊。比太阳更。真的特别棒，而且在 VCR 里面其实是有几万个朋友跟您一起有同框演出的部分，但是今天呢只有一小部分非常幸运能够来到现场，来，我们掌声欢迎你们。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有哪几位有幸可以到现场跟我们的林先生一起互动。韩哥，韩哥，韩哥，林志成跟杨迪长得太像了吧？肌肉版的杨迪 ，Hello， 嗨嗨，他们说我们俩长得像。我一直在想象我健身以后的样子，其实还可以哈，看着可以啊，可以啊。杨迪，你觉得他跟你长得很像，你不能这样对嘉宾啊。长得像我多好，这是一种抨击，这是一种抨击。什么东西啊？您本姓就姓林，不是因为喜欢林大哥，然后没有，我姓林，因为我爸爸姓林。啊，真的？对。好幽默啊！你自我介绍一下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林志成，我今年26岁，我是一名爱唱歌、爱健身的英语教师。虽然我今年才26岁，但是阿 M 老师，你的歌曲正是陪着我，还有很多很多的香港人长大。我们香港人心目中呢，阿 M 老师，你真的是港乐的代表。好棒啊！香港精神。对，刚刚阿 M 老师你出场唱的《数字人生》呢，很多人说都是最难最难唱的广东歌之一。你要挑战一下。等一会儿。Q 早了。那么今天再将那个难度提升高一点点，还有配合我的专业，我要用英文唱出那个《数字人生》。哇，这个难了。来向那个阿 M 老师做致敬。好。加油。太快了。
3, 4, 2, 4. 真好 very good 哎，这个感觉好棒啊，第一次听到用英文唱这首歌的这种感觉。对对对，我都没有用英文唱这首歌。Hello 大家好，我叫郑月林，今年24岁，来自广东，现在是一名舞狮的运动员。哇，女孩子。对， Hello 林大哥你好，有一次来我们广东有一次演唱会，当时我跟你同台演出哦。哇，但是我是带着狮头，我现在非常高兴终于可以放下狮头看到您了，这是我的搭档邓紫扬。 Hello 大家好。哇，那个我问一句哈，因为我是不懂舞狮的哈。你怎么说话跟他一个味儿？就是你们舞狮的那个身材很瘦小哈。您这样的不能舞狮，太重太重，完了，被秒了。可以当狮尾。人家狮尾其实也要很灵活。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不灵活呀？狮尾特别灵活呀，特别灵活呀，特别灵活呀。哎，哇，我想现场表演一个我们广东的醒狮。来呀，来，上来。谢谢。来了啊。哇，好有劲儿啊。豪气面冲浪，像那红河宽，我太帅了！哇，好好看！汉室却着吐露金高，胸垫白天朝，眼光万里长，我发愤图强，做好汉，热血男儿。比太阳更棒！耶，好棒啊！天哪，漂亮啊！韩哥，红姐，怎么了？我觉得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看这个耍狮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杂技，但是当我知道今天是一个女生在耍狮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女汉子可以这么厉害，我要为你鼓掌。而且我觉得特别的酷炫，就像我第一眼见到潮流酷炫的东风日产全新蓝鸟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真的，我要为你鼓掌，来，谢谢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黄嘉玲。黄嘉玲，哎，那边黄嘉千呢？真的耶，差一个字哎，真的差一个字，可是她好美哦，漂亮，好漂亮，她好美，你好，嗯。成熟。艾伦老师您好，我知道呢，莎莉姐呢有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做《叉叉叉》，所以呢，对的，而且之前在这个舞台上也跳过。啊！所以我们要不要扭一扭吧，好不好？好了好了，看一看你怎么跳。准备，我100%爱着他。哇！一个就跟我内心叉叉叉，我100%爱着他。一碰着他，我内心叉叉叉，我100%爱着他。知道吗？刚才林大哥跟我偷偷说，我说那个叶倩文姐姐好好看啊，嗯，然后他说还凑合吧，还凑合吧。OK OK OK， 谦虚就不会一个劲儿的就夸自己的夫人啊，不像你哎，对，我天天都说乐乐最美。事实也是这个样子吗？对呀，对呀，哦，
家教很严。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珠海的林凯轩。我小时候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我爸爸一直留着个胡子？他的车里一定会放着一个歌手的歌，这个歌手的声音很雄壮，很生猛，让我热血澎湃。然后他告诉我，这个声音就是爸爸最喜欢的歌手林子祥。哇！后来您自己也开始喜欢唱歌了。对，然后不过3年前，我爸爸突然就是患了很严重的一个疾病，然后在他最危难的时光，我作为他儿子，我什么都帮不了他，我只有鼓励他用我自己的方式。在最后的时候，我抓着他的手，给他唱的就是他最爱听的那一首歌，叫做《真的汉子》。哦，真的汉子。所以我今天来到了他最喜欢的歌手面前，我想邀请他最喜欢的歌手跟我一起唱这首他最喜欢的歌《真的汉子》。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好鸡皮疙瘩起。做个真的汉子，人渣归总要死一次，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人生有特殊意义，能改变我的际，人生有大意义，能演变动人故事，人生有特殊意义，能献身为王者。好感动啊！刚才最后那句歌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求献身维护正义。为了维护正义，我们是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没错，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充满着一种力量和正能量，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林子祥先生的这些忠实的、可爱的、有正能量的歌迷，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各位。好的，那到底有哪三位有机会可以上场跟您一起来合唱第一首歌？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第二位。三位，恭喜三位进入到林子祥合唱的考验环节，也感谢其他小伙伴们来到现场。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要给你们送上一份由一叶子面膜为你们带来的小小的礼品。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独家音频网易云音乐来进行网络的收听。马上进入林子祥先生的音乐 party 时间。眼光万里长，誓奋发
掌声不是我的，是给他们三个，好不好？所有歌手的榜样，所有我们男人的榜样。林子祥大哥，我从小就看着你的视频，我看了很多个，你每次唱歌的那份激情和投入，是我很崇拜、很敬仰的。对于下一首歌的机会，我想说，我可以保证，我会尽我的全力唱好，就像你一直以来的那样。亮哥，我想和你唱。阿亮老师您好，就是我刚刚跟你跳舞的时候，我都觉得不错的，是你觉得不错的。等一下，如果一男一女，我相信是会更完美，所以选我吧。来，杨迪，不，志成，志成，这就混了，志成，志成。阿雷米老师，我从小到大都听你跟唱你的歌，来练我自己的歌艺跟高音，所以我想今天你见证一下，你对我的歌唱生命中有多少的影响。还有想你验证我的努力，所以阿林老师，我想和你唱，谢谢。哎呀，真的这。要不要听听朋友们的建议，然后您自己考虑一下啊？志玲，志玲，志玲，建议建议，就是您刚才听的时候的感觉，给。哎呀，怎么选呢？每一个人都投入在那个音乐里面，真的，这个太为难。雷叔，你怎么说呢？林叔早有想法了。林叔有想法，很难了，真的很难了。一点也不难。选美女啊？你是说你自己想选是吧？我支持一下那个凯轩，我也支持。我觉得他在他父亲那段时间，他应该是得到了一些这种勇气啊，还有个人心态方面的锻炼。我觉得他应该成为一个真的汉子吧。现在决定权交到了林子祥先生的手上。我是一个很好的先生，所以叫我要这样选的，这很困难。不过，我还是要讲。因为我对我自己的爸爸也是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想跟你唱。很期待接下来林先生跟小林先生在这个舞台上共同演绎另外一个时空当中的林先生最喜欢的那一首歌。啊，太好了！恭喜恭喜你们，恭喜！恭喜子祥大哥选好了今晚的 party 的搭档。各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张智霖与网友的互动情况，请看大屏幕。大仙 ，Hello， 智霖哥，这个歌呢，就是一个关于分手的歌曲。不分手，我不分手，坚决不分手。我们这一次用一种比较潇洒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事情啊。我们对唱，我先来好不好？谁摔谁稀烂，漂亮。谁摔谁我都没有唱过这两句，我先来啊！加油！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你来。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很不错，有没有美女的？心中事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生活？有时引起了再多蹉跎。
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像不像阿 sa？ 好像。男女都需要了，现在大家一起来好不好？你我情如路伴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定了色开心地。对了，不要送走我啊！不必痛苦，对，不必痛苦。来，要抢。Disco 来了。哎，有没有帅哥？有没有外国人？萨瓦迪卡。草原风歌，我怎会想穿生活？我四肩倦了，再把蹉跎。好呀。如果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他好美。真的吗？我真喜欢你的，这是歌词，你不要相信好了。来，一起来。你我情如路伴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我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成了失开心的追忆送走我，不必痛苦当激起我。你要不要喝？很好 ，very good。你唱了这么久累不累？对，准备来最后的那一段非常大的合唱啊，越多人越好。来一百个吧，一百个，男的五十，什么女的五十，你我情如路伴经过，怎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成了些开心的将意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仍清楚，离别时先笑明神静我一个，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让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让你的心魔再喊，去再找我。打给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噔噔噔噔。好嘞，你老婆来了，非常棒。不错。好窝心啊你们。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首先要欢迎来到现场的你们啊，掌声欢迎你们。太棒了，哇，好多人啊，真的像一个 party 一样。刚才那些人当中您印象哪个会比较深刻？我是印象有一个居然拿着那个通风特饮在唱的那个。对，我觉得那个拿着东风特饮，那后面的鸟特别可怜啊。鸟？感觉不够年轻，也不够清醒，所以他没有劲儿拼，你知道吧？啊，有点干啊，你这个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好多美女啊，好多美女。哎。那些好帅，张起灵，你什么时候到内地来看演唱会呀、啊？我可以去台上跟你们。我想和你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现场的有机会到街边来互动的朋友，请上场，欢迎你们。哇！第一位小帅哥，大家好，我叫罗海东，今年22岁，来自广东佛山，特别特别喜欢看 Sam 哥哥的电视剧，尤其是他的《冲上云霄》，当年这部剧堪比倒了万千的女生。太帅了，好帅。沙沙赢沙沙，一看见美男你就疯。因此我们男生是非常非常喜欢想成为他那样的男生。嗯，我现在毕业了，也马上成为一名准空少，成为一名准空少。哇哦，真的耶，真的。
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还想跟赤羊哥哥一起走一次帅气的台步，走一次帅气的台步。你不是空少吗？为什么变成模特？哇哇！机长箱，机长箱。哎，多了那么几个是谁走？我们这边有163 Club。PK。来吧，来吧，来吧。好，来吧。透大白，畅想未来的杨子大白水，回来吧，回来吧，省段，垮掉，没有。刚刚这段表演就像叶子面膜一样新鲜有营养，志玲哥的爱情也像叶子面膜一样新鲜有营养。接下来这小姑娘的名字叫林夏雨。哇，那个。我叫林夏雨，今年21岁，来自海南。你干嘛？好漂亮啊！美女啊！哎，像不像阿萨？好像。那您现在的工作是？我现在在香港工作，我是一个电视广告模特。但是我其实刚刚大学毕业。现在爱情故事应该94年、23年，所以你出生之前2年，这个歌已经出现了。我一出生就听了，我也是一出生就呛了。对，你一出生呛，我一出生就会唱了。你们俩玩吧。接下来好有点明星脸的感觉。啊，像好多人，像很多港星。对，还像那个谁，黎姿啊，是吗？还有佘诗曼，佘诗曼。大家好，我是 Karim My Baby， 今年31岁，我看不出来，31岁啊。对，因为我用了面膜呀。我用了面膜呀。哦，用了叶子面膜。对，就因为这样。会说话啊。新鲜有营养。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冲上云霄》里面你演的 Captain Cool。然后呢，我就幻想你是一个非常高冷的人，高傲。直到有一天收到一个表情包，什么？一个表情包，是你非常非常萌的，非常非常萌的，好可爱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好可爱，好 Q 啊！真的吗？你们觉得好可爱吗？我很喜欢吃东西，所以今天呢，我想了一个 pose， 我就要4个 pose 的。要做什么的？好简单的，我教你来。哇！我头上有只脚，头上有只脚，鸡脚。第二个就是。我左肩有点痛。你是 number one。太帅了。好帅。你跟着我就 OK 了。加快。谢谢。现场还有什么其他的朋友要表达自己的爱意？屈恩你好。你好。我朋友都叫我老黄，然后旁边这是我妹妹。我的心愿就是能为你做一份糖水。好呀。
因为曲莲真的很喜欢吃甜品。你怎么知道的？我铁粉。曲莲，你可以过来拿吗？可以啊。哇，对。妈呀！你有尝一口吗？您先来。哇，吃了耶！哇哦。我可以帮他拿。他没有手。啊？他没有手。鱼沙沙呀，鱼沙沙呀，一看见美男你就疯了。好，这个甜品，它不是很甜。鱼沙沙，你还能听见我说话吗？甜在心头。啊、鱼沙沙。他眼睛里只有张智霖。谢谢莎莎。不客气，我叫莎莎。不要带坏我们的名声。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现场的这一些朋友当中有哪三位可以上场跟您一起合唱，好期待。我们来请看大屏幕。哦，第二位，第三位，我们恭喜三位小伙伴进入到和张智霖合唱的环节。那么在这里没能上场的，我们每位会送上一份高姿大白水给你们带来的小小的礼物。接下来三位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张智霖的音乐 party 时间。一起唱。Yeah.
好了，轮到别人的，现在也轮到你了。对呀、啊，所以我很想听他们的建议，对不对？林先生，看用您的手指头。我看。我看到红色的，嗯，红色的。红色的林子祥先生永远不会说哪一个，要不就第一个，第一个红色，红色。磊叔，您觉得？也是红色，啊，也是红色。我呢，就是在墙上贴了你那个冲上云霄的海报。有些时候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就在想，可能有一天我有机会可以跟你合唱。希望你会选我，让我梦想实现一次。我想和你唱。理想归理想。得不到也是妄想，得不到也是妄想。啊！哇塞！哇，够狠！够狠啊！耍狠了！他们已经在舞台上掐起来了。我希望今天晚上我的理想不会变成妄想。双林组合，还有没有机会一起唱最后一首歌？信老师，我想跟你一起唱。啊！嗯，收到，收到。海东，海东，你别说了，你反正没机会了，没机会了。海东，海东说往下降，我先走了。这是一个音乐 party， 我特别特别希望能够跟你唱下一首《岁月如歌》，让我爽一下，谢谢。嗯，哎，坚决拥护男神，哎，因为男神是大家的，大家的，不能让这两位女生单独跟他们相处，对不对？嗯，刘烨，你是假的！我在这儿陪你。杨迪，那你觉得呢？我觉得那个中间那个姑娘真的很，真的很漂亮。火，你俩。我也这么觉得。又上镜。啊，决定权。跟谁耍呢？对，交给了张智霖先生，我们给您一小段时间考虑。好，广告之后您告诉我们您的答案。口腔不像火，唱将必是我。蓝天六必治，提醒您稍后看点。什么情况这是？嗯。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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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了曾经用那么重演绎的。我接点短。有本事你跟我唱，你跟我唱。欢迎来到电子电波，我想和你唱。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新鲜有营养的椰子面膜为我们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感谢官方合作伙伴前后2000万拍照坑清清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11，以及大透大白的畅享未来的高姿大白水。以及智能科技潮流座驾东风日产全新蓝鸟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接下来智霖，三位朋友真的太纠结了，这个事情。对，哎，好难选啊。贝姨是非常漂亮，大家一眼也看到她，也唱得很好，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看看林大哥的眼神。嗯，眼神都不给你看。夏雨是一个乖乖的女生，乖乖的女生，她很有自己的特色。海东真的是大帅哥啊！对，那啊，应该怎么说呢？真的，好纠结啊！选中间那个。我们今天在这里见过之后，都不知道何年何日能够在一起再唱啊！小麦拼命点头，就是啊，就是啊，所以选我呀。所以您的选择是林夏雨。海东，海东，夏雨，夏雨，夏雨，贝姨，夏雨，夏雨，夏雨。所以您的选择是一，一，二，三，我想跟你唱。恭喜志玲选好了今晚的 party 搭档，恭喜。Ha ha!
你俩嗨啥呀？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韩磊的歌曲和网友互动情况。跟我一起来，跟你一起唱。别说，我等不见啊。走。哎，韩磊老师，你好。发工资来了以后，我们总是棒。确实我们是失散多年的父子，每次离家出走的时候都要唱这首歌。风似风，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唱蛮好的，一寸又一寸。怎么又长得好像你啊？能舞啊，哪那么能舞？还有力量，这个很棒。天不荒，岁月长又长。春又一双，看斜阳落山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长，走四方，一路望，一路望，又像我，造起来跟雷说，一个人走在荒野上，默默地向远方。怎么样？我们家内蒙的磊叔，你不记得我了吗？我们是老乡呀。我家江西的。哎，就是那个屯的，嗯，背面那座山。2017最新款，磊叔要不要来一首？鞋带啊。一路往山上，许多人走过这地方。看来你们家挺远，走得不容易。是啊，走得我晕头转向的。梦想可。韩磊老师，欢迎你来我的家乡做客。山西大埔的我是。再猛烈点。挺好听的。快点唱，快点唱，一会儿火车来了。给点力。迷迷茫茫，一寸又一寸。我这气都不够长。儿子，快，爸不能唱了，给爸助场来吧。你说我太厉害了，带我飞。磊叔带我飞。磊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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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叔。啊！感谢唱吧对我们节目的技术支持。今天呢，有一部分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到底有哪几位幸运的朋友可以到这个台上进行互动呢？来，掌声有请几位。哎，你怎么了？我好嗨哦！我上来就抱，哎，上来就抱。你好，你好。刚才这位叫王小小的姑娘，为了抱这个磊哥，把我扒拉开了。你走开。直接薅开。来，小小你自己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湘西张家界的妹子，现在在广西艺术学院读研究生，我叫王小小。她声音好甜，真的好，真的好。哇，诱惑。哇，什么情况这是？干嘛？三碗不过冈。美站在蓝门酒，蓝门酒，蓝门酒，手捧一碗蓝门酒，走起来，走起来。贵客你若进宅来呀，先喝一碗蓝门酒，蓝门酒，喝下这碗是朋友。不会吧？真的？不喝你就不想走，不想走表家亲你酒中泡啊，不喝那个不罢休。纯酒，我跟你说啊，我接点短儿。磊叔酒量也有，杠杠的，但是喝不过我，但是喝不过我。让韩红老师尝尝。来一个，来一个，
我帮你喝一个，老韩。哎，哥哥，好久没见。耶！哇！哎呀，太厉害了！我真的就只能有看的份了啊！米酒哈，你们家乡的是吧？对，我们家手工酿的米酒。谢谢您啊，谢谢小小，谢谢小小。来，小隋。大家好，我是隋基晨。非常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能够见到磊叔，靠谱小伙儿，靠谱哥。因为大家都知道磊叔有700多首影视金曲的作品，因为我小的时候愿意跟着我奶奶看电视剧。奶奶？你奶奶看电视剧？据说是2、3岁还是3、4岁我就会唱走四方了。哇，我觉得今天借这个机会带着大家一起重温一下经典的金曲好吗？好，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起波红姐，红姐，红姐，后面。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起波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留下那感动人的歌。这一段表演最感动的是我们看到了曾经用那么重眼影的眉毛画成那样的那个人，好美啊，很棒，特别棒，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情境里面。韩哥刚刚听完那个小伙子唱歌，我觉得那口牙太漂亮了。你们想拥有那样的牙齿，一定要用中药，就是药，就是原生级中药养护的蓝天六必治牙膏，才能拥有那样的牙齿。是的，是的，是的。但是那个眼影，我们就建议就暂时完了，被秒了。大家好，我叫李小旭，我来自东北辽宁，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女孩。耶，没毛病，一点没毛病，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纯爷们儿，从小喜欢音乐呢，是在4、5岁的时候，没事我就翻我爸爸那些200多盘的磁带。哎，有一天我就听，哎，我就听到了磊叔的《走四方》这个歌，在我脑海里就像魔怔了一样。魔怔就是着魔了。谢谢谢谢谢谢，来小姑娘。Hello， 大家好，我叫肖玉欣，今年20岁，来自沈阳音乐学院。好，嗯，就是我是就是刚刚那个视频里面演儿童剧《灰姑娘》里面饰演。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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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饰演坏姐姐的那个黄色衣服的女孩，大家好。好尴尬呀，没有人注意到你，因为人太多了。我是通过歌手认识的磊叔的，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你，因为我觉得您和我的爸爸特别像。真的。然后我就发现了一张您年轻时候特别炫酷的照片。我可哇哇，木村拓哉这么帅啊，太帅了。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想和萌叔一起可爱酷酷3连拍。对，然后我们手里拿着吉他，然后我们表情酷酷的，这有点像抱小孩逃跑的意思。好，对，
好，然后表情要控制的。好，预备起，一二三，咔嚓。然后我们把右脚翘起来，右脚翘起来。就你了，你去翘一下，你就离地，对。好，第三个动作。好，对，等一下各位，等一下各位，那一张我觉得不是那么清楚，用什么呢？跟你讲。好啊，黄家千又下来了。一定要用 OPPO R11 啊，有2000万啊！刚刚那个已经都不清楚的，我这个特别清楚，磊叔帮你们拍啊。哎，不是我自己。你调成自拍，你帮他们俩拍，这特别清楚。3、2、1，耶！很感谢，感谢几位。现场还有没有朋友？海磊老师，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希望能在现场和您合唱两句《等待》，好不好？好。等待永久的。太有才了。那你干啥？来，加油！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圆梦了，但是在这所有人当中，哪三位可以上场跟磊叔一起来唱歌呢？我们来请看大屏幕。第二位，第三位，好，恭喜三位，请三位做好准备，马上进入韩磊的音乐 party 时间。天不慌，岁月长流长，走四方。嘿，嘿，哇塞！走四方，夜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嘿，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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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谢谢谢谢，他们太棒了，再次掌声鼓励。而且刚才志文也特别棒，他可不是作秀，他还是真实，就是弹，他弹的本来就是那么棒，编曲也棒。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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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但是接下来同样非常非常难，三个人当中你只能选一位。对，听一下朋友们的建议，林大哥、磊叔选哪个会比较好？我要讲，您给点建议。啊，第一个，第一。九儿，子祥大哥是那种好好先生，他也不好讲什么。第一个，志玲。你是那个靠谱的那个吗？靠谱，对。本来想象他都是玩的那种，可是一开口很震撼，我建议他很棒。哎呀，难呐。这边呢，志文。其实我特别喜欢小小的声音。对，我觉得他和磊叔要是合作的话，会擦出很大的一个火花。你可闭嘴吧！咋的了？你这只要好看的就老说人家好。师傅，这是认真的。其实觉得他就是好看。好的，我们接下来一小段广告的时间，让磊叔好好考虑三个年轻的朋友到底会选谁。广告之后为您揭晓。好难啊！其实你发现没有，嘉宾啊对选择特别认真，每个人都问，就想选到最好的这一个搭档，能够唱最好听的歌。口腔不上火，唱将必是我。蓝天六必治，提醒您稍后看点。最后的选择是，你等会儿，我最后。有本事你跟我唱。你高八度。来了来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音乐 party 时间。我可以牵着你的手吗？危险了你！我想和你唱。欢迎来到夜曲电波，我想和你唱。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新鲜有营养的椰子面膜为我们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同时，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官方指定饮品东鹏特饮，年轻就要一起唱。累了困了就要喝东鹏特饮，感谢口腔不上火，唱将必是我，蓝天六必治牙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了，接下来呢，决定权就交给了我们可爱的磊叔了，到底哪位朋友可以圆梦跟您一起唱接下来这首歌呢？三选一，也难也不难，节目组说了只争一个。最后的选择是，你等会儿，我最后我请求能多说两句吗？当然可以，您说说。你们三个人各有各的长处，你直接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摇滚歌手，又那么有冲击力。选之前，您稍等会儿。别整了你这。第二说这小小，这个你们家酒太好喝了。哈，你们家的酒。是，香气。这个米香我记住啊，但这个酒的酒精度不够。不是你真闹心，你是不是？别急，我今天要不把这点话说完，我就坐地上。坐地。这个小隋，他是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同时你这个内心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小伙，对吧？但是呢，但是呢，咱俩同时唱这歌，你可能吃点亏。吃什么亏呢？韩老师说的啊。韩红老师，我告诉你，我说他吃亏是因为你嗓门太大，就他一跟你合唱就没声了。有本事你跟我唱，你来一个。没事，两回事。你跟我来。来一个，来一个。我跟你说，所以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小样儿吧你。你高八度，你先唱。来了来了，我嘚瑟，开始。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身又一装。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一步到天边。
的嗓音有事没事像磨刀磨这么快干啥？最后的选择是三选一，听听各位的呼声。来，再加一个。我想和你一起唱，恭喜小小，恭喜我们的磊叔选好了我们今晚的 party 搭档。如果你已经对这么好听好看的合唱欲罢不能的话，别担心，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芒果 TV， 还有登录我们的优酷，更多节目精彩的视频等你来。接下来是今天三位演唱嘉宾的 party 搭档最后一支歌的演绎时间，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林子祥与他的搭档的音乐 party 时间。而且我刚才看到一个镜头，我开始还觉得小伙子有点造次，在舞台上就直接把手搭在了那个林先生的肩膀上，但是看着看着就有点觉得好像这两个人喝了一盅之后，两个人在街头就变成了两兄弟的那种感觉，好棒啊。林先生，您觉得跟小伙子一起唱这种歌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我也是很早会见了我爸爸。
所以一定要选他了，没得选了，一定要。能体会到他的感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张智霖和他的搭档的音乐 party 时间，有请。小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点亮你，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激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我可以牵着你的手吗？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我得扇扇，我得扇扇。我跟你说，你危险了你啊！十指相扣，十指相扣，十指相扣了是什么意思？入戏了，入戏嘛，入戏了，没问题了。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好的，接下来全场的观众都有可以一起大合唱了啊！我们要有请韩磊和他的搭档带来的音乐 party 时间。耶！花开在眼前。哇！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像一朵不羁风情的少年。花开在眼前，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让刀锋唱出莫名的思念。好甜。不知道爱你在哪一点，不知道爱你从哪里。
走向明天，每次我总是另放情歌，等他的季节在下一个春天。非常棒。不知道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监赵赵，以及我们所有乐队的老师们。谢谢谢谢。那个小姑娘怎么样？小小，真的特别特别的激动，特别荣幸，然后能跟我萌叔唱这首歌。我们先留一点点时间，回味一下刚才的那一些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由新鲜又有营养的椰子面膜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说吧。东鹏特饮给今年韩红万新百人园宁夏冠名了。耶！我觉得这不是一些钱的问题，而是一份情的问题。再次感谢东鹏特饮。谢谢林子祥先生，谢谢张智霖先生，也谢谢我们的萌叔韩磊，谢谢今晚现场还有电视前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没错，下周三的明星他们分别是陶晶莹、狮子合唱团、胡夏，耶！另外还有100张来现场的邀请券。请大家记住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通过芒果直播唱吧 APP 上传您和明星共同演唱的视频来参与，也可以通过芒果 TV 唱吧、优酷、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网易新闻、映客直播、温莎 KTV， 还有我们的叶子官方微博、胡桃岭音乐、荔枝 FM、 年代音乐电台 Music 短视频以及他们的 APP 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椰子面膜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节目今天就到这里的，下周六晚10点，让我们不见不散。我想和你唱一首开心歌，开心歌，心与心完美的配合，去唱出我们心中的苦与乐，不管什么歌。